等一下。好。我完全看不到，我是得了夜盲症。人，你有听说过人太累会有夜盲症吗？我现在感觉到了，好，再一次。完全看不到其他磁盘，我怎么了？好，再一次，我现在看到了，我记住他的位置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谢谢。就算不会了解，我只想看着你忧愁。